報導指，解放軍禁止 Tesla 生產的汽車進入軍方建築，認為車入面的攝錄裝置有洩漏國家安全機密風險。路透社引述消息指，解放軍發出指示，指如果駕駛 Tesla 汽車必須泊在軍方建築外。《華爾街日報》就報導，中國政府限制軍人或屬敏感工業的國企人員使用 Tesla 汽車。Tesla 行政總裁馬斯克就指，重視資料保密，如果旗下汽車在中國或者其他地方用作監控，集團將要關閉。